李易峰隐匿而伟大，恰恰证明了实力才是成功的基础，流量明星只是昙花一现，演技和实力才能在演艺界走得更高更远。前几天看了电视剧《隐匿的伟大》，我定下心来看，越看越想看，直到剧情完了还想看。在这部电视剧中，我认识了李易峰，他的表演很到位，能抓住观众的心，人也长得高大帅气，把一个刚毕业的法学高材生演得惟妙惟肖，和其他演员也演得好，剧情也好。我一般不看连续剧，太占据时间，好看的不多。这部连续剧是让我每天早早的守在电视机旁，完了还余兴未了。由金晨在《了不起的女孩》中的表现让人意想不到，金晨本来就不是特别惊艳，但是特别喜欢她，高冷不失温柔，活泼而不失端庄，性格直爽，也不乏小意谦逊。最近任嘉伦进组拍戏，被拍到一些高糊图，但被粉丝抵制，甚至制作一些高清自制图。任嘉伦的颜值不是很惊艳，但让人看着很舒服，越看越感觉好看的那种，既如秀风雅，但也不会女性化，棱角分明，英气端正。